3月4日晚，周扬青在微博发出多张美照，没有受到此前被网友质疑又整容的留言影响，依然开心晒照。照片中的她身穿黑色短裙，手拿小巧黑色皮包，耳朵上配钻石流苏耳饰，妥妥的时尚美人，身材凹凸有致，时不时撩动长发，性感魅惑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周扬青礼貌而不失俏皮的耐心回复：“真是既有美貌，性格也超好的小仙女呢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